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铜锣湾避风塘内除了渔船，仲有提供具特色美食的船艇。九五年以卫生理由被取替封艇，避风塘炒蟹正式登陆地面，遍地开花，遍布九港新界，百分百香港制造，红遍香港，冲出国际。两斤的肉蟹醒就成斤重，俾少少盐，加水浸半个钟，擦走蟹身的老泥。唔知呢个溺水只蟹满唔满意？一只白白净净的蟹唔忍心落手，将佢反面对住中间吉一下，搣走蟹肚，揭开蟹盖，蟹腮、蟹心、蟹胃都唔食得。蟹盖收下边，蟹身对半开，蟹钳斩落嚟，蟹身一开二，攞毛巾包住蟹钳，拍碎蟹壳，一阵就好剥啲。斗士提前浸水一个钟，浸好加一匙蒜蓉捞匀备用，葱切段，红辣椒、青辣椒切圈备用。避风塘炒蟹最重要的是独特的蒜香，四个剁好的蒜蓉洗走苦味，擎干水分准备炸蒜，油温160度细火落蒜蓉，火太大容易窿，得闲就搞下佢，等泡声变细，色泽金黄轻身就搞掂。切好的蟹撒一层生粉，可以准备开炸，油温190度先放蟹钳，再放蟹身，最后蟹盖，炸两分钟，放蒜蓉、豆豉、葱白、青红椒，炸出香味，再落炸蒜、葱段、椒盐粉调味，最后炸多一分钟起锅过油，炸好的蟹味道层次丰富，蒜味强劲，辣味足，豆豉野味，将蟹肉的鲜甜全部调晒出嚟。避风塘炒蟹的灵魂就是啲料，又香又脆，一啲都唔输蚀只蟹。蟹肉清甜多汁，一定要加埋啲炸蒜一齐食，食到连手指都专埋，剩低啲炸蒜捞个公仔面，直头系人间最邪恶嘅宵夜。